好不好？傻多傻呀、哎！是这，老公啊，你怎么一整个晚上都傻乎乎的呢？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聪明啊！你的碗里没有添饭。哦哦。那、老公啊，我发现呢，你那天晚上送给我的胭脂水粉，跟你那天回来时候身上的味道不一样哦。我没告诉你吗？那是有一种叫做神奇麝香做成的，它的味道呢会随着不同的时辰而转变，到了晚上啊就会变成臭臭的哦。没有啊，没有臭臭的。开始出来喽。你还有啊，你那天送给我那颗特大号的珍珠，我本来想今天晚上拿出来献一下，可是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，你知不知道放在哪儿啊？事实就是这样，你越是急着找一样东西呢，他就偏偏不让你找到。你聪明的话，就根本别找，他就会自己慢慢的出现了。月凤，来、吃个鸡屁股。我忽然想起来了，那天你去妓院干什么？妓院？妓院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亲眼看到他去妓院。你们听我说，等一下，不要说谎话，我听一下就知道了。妓女也是女人，也会生病。我作为一个妇科圣手，到妓院去帮他们看病，天经地义呀、啊。月儿，她的心跳有没有加快？没有。哎呀！哎呀！对不起啊，老公。你不相信我，你真是该死啊！来来来，请你请你请闻到了没有啊？这位姑娘，请问找哪位？我来买药的，请问你有没有当归呀、啊？你是不是真的这么急呀、啊？改天再来嘛。我有个心爱的男人，他没有来找我，我买当归只不过求一个意图。盼他当夜归来。姑娘，我建议你买独活，独自生活别惹这么多事了。你身上的味道好特别啊，好像似曾相识。是啊，我用的水粉叫夺魄勾魂，全省城只有我一个有啊。哦，听说夺魄勾魂可以迷尽天下男人是吗？可惜没办法迷倒我心爱的男人，无论我怎么作践自己，他还是丢下我回来陪老婆吃饭，所以我专程来见一见夫人。哎，今天我女儿过生日，你不要来捣蛋啊。你现在见到了，好美啊，比你美。送客，夫人，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没准备什么，不如就将这个小玩意儿送给夫人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没错啊，我已经说了，你不想找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自己出现啦。嗯，开什么玩笑啊，送给他。你送给我的东西，我怎么舍得送人呢？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快点讲清楚！看起来，
已经很清楚了嘛。你这个混蛋，你这样对我的女儿你算什么啊？六老先生不要冲动啊，快把这处还给我。夫人你不要冲动嘛。你这个狐狸精，我跟你拼了。别动，你戳他，我戳死你。你戳我戳他。不管我的事啊大姐。你们快追上他。先生，把马放下来。你说什么老公？你吓到我的朋友了，把马放下来。你说谎话，你说过你会爱我一生一世。你也说谎啊，你说你属兔，结果你属虎，整整大我一岁。你说谎话，你说谎话。把马放下来，别想趁我不注意丢过来。你我不知道你啊。准备给我放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对不起，破坏你们的宴会，全因为我太想见你，实在太任性了，告辞。哎，我跟你一起走，这种鬼地方我留下来没意思，走。老公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煮碗面给你吃。你等等。生气吗？我们回到会贤雅趣，我帮你那个。哪个？就是那个嘛。美人。